算花布的节拍。慢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五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我们再另外一面介绍一次。Slow, quick, quick, slow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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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d quick, quick, slow.第一段花布的分解动作，首先五瓣相对，我们做一个开步，男右女左脚，男进女退，慢。好，接着我们做一个伦巴的基本步，快快慢。接两手之后呢，男右女左脚开始，男退女进三步，快快慢。接着呢，我们要做一个侧摇步，手呢由上往下画下来，身体呢扭动，快快慢，反向，快快慢，再一次，快快慢，快快慢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推的手呢可以降低下来，然后呢，我们利用男右女左手互推，同时打开，快，快，慢，反向，快，快，慢，再次，快，快，慢 ，and 男生的右脚退，带女生手下右转，快，快，慢。以上动作我们反向再做一次。好，我们做一个开式啊，开步的舞姿。好，男右进，慢，基本步，快，快，慢，男生退，快，快，慢，接着侧摇，快，快，慢，反向，快，快，我们再练习一次，快，快，慢，快，快，慢，好，推开，快，快，慢。快快慢，快快慢 ，and 右转，快快慢。